今天小迪哥是来复仇的，灯辉一战成名，丢丢档啊，丢丢档啊！今天是要认真的哦，不，每一天都要认真。对，我们的人生也就这样了，对不对？老天也没有给你好的面孔，但是却给你一颗认真执着的心，这倒是，这倒是，对不对？老天也帮你开了一道窗，有时候会帮你关了一个门，帮你关了一个门，他会帮你开了一个窗。你看多幸福，对不对？娶了一个这么好的老婆，哦，真的奇奇，是不是？哎，很倒霉，有一个奇妈。吃喝他的，现在三个小朋友嘛，弄剩一生三个了，挑战宪哥都是自己的骨肉，都什么话？废话，这什么话？突然干嘛嘞？什么问话？这是一个肯定句，对，肯定不是疑问句，都跟我长得还蛮像，那真的，对呀，真厉害。那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要挑战宪哥，挑战生四个。真的，因为你赶不过我，我四个已经长大了，最小十八岁。对啊，而且宪哥现在还有那个原料还是很好。哎，我的原料那么好，哎，你来干什么？我就想，奇怪，聊半天也不聊说今天的歌手啊，你要问我说他的提示火，不好意思，对啦。哦，这个人跟龙千玉合作多首情歌，对，每首都可以点播冠军，来一起来现场，来。忍不住了，好像快冲出来！一生的日子已经过去，心爱的你就体谅。黑暗的是非，反背世界，叫我何去何从？是我个性太倔强，也是社会黑白幻想？一个声音叫着我，重春江湖，不通阻挡我的路。我搁再认命，袂搁再流浮。重春江湖，已经斩断所有退路。无论有偌济风雨。用性命拼前途。
迪，哎呦，小迪老师，小迪老师，对，哎呦，你好，哎呀，哎呀，那个行头身材比例啊，拉到一半，我们还以为是一哥。那个眼镜一看呢，不得了了，真的相当不错。来来来，好有 feel 啊！今年期待必有是，但是你看，至少人家写帅哥，五棍阿贝啦，啊，对的，五棍阿贝。哎，这边更恐怖的，还有一个写奇霸，喂，哦，他就是袁小迪，掌声再给我一下。啊，对了，谢谢。袁小迪老师本轮呢？对，你看他有新专辑了。知识不登三宝殿，今天肯定又是新作品来了。英雄帮，这个是小迪今年2018年2月份所推出的新专辑。来，哎哎，来来来来，谢谢小迪老师。吴云刚，挺好麦。哦，是是是是，小迪哥，谢谢。哇，岁月有没有看到？刚那个董卓刚哦，距离现在太 man 了啦。好像是2005年的时候，2005啊，像这种顶出刚好在 KTV 也是点爆了，一定红啊，对啊，台语歌必点。对，这首歌刚好去年的时候，那个香港的电影《摆渡人》因为买我的版权，他也是电影咖，他在台湾拍一个也是《摆渡人二》，叫《摆烂人》。人唱歌唱为什么头上有一个老二？没卖了。其实今天小迪哥是来复仇的啊？为什么？因为当年那金曲奖啊，被宪哥拿走，他们是一起入围。我第一次那个入围金曲奖的时候，啊，那次宪哥也入围，就那一次啊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那一年还真得奖的轻松。好，掌声给阿宝。人这个有时候就运运气运气啦。那我们这个再次感谢，好吧？那这个英雄。英雄帮，好，现在是我们那个三立8年档连续剧的，真的啊，2月份是片头，这个月3月份是片尾，哦，希望能够更好的成绩，为台湾的唱片加油，谢谢袁小迪老师，谢谢。